欢迎收看《今晚全当家之知识王》，用知识决胜负吧。很多人都以为瓦斯本身有毒，其实它是没有毒性的，所以要提，而且无色无味，所以要提醒你，避免你不小心外泄的时候按下开关可能会引爆。七月它的英文是 July， 凯撒它的名字叫 Julius Caesar， 嗯哼，就是 Juli July， 同一个字，就麦哲他不是环游世界，他通过那个南美洲之后看到好大一片海洋，完全没有风浪，然后用拉丁文命名，好像叫 Oceanus de Bate， 然后就是和平的海洋，干大家 ，OK， 太强 ，OK， 洋菜记得以前是做实验用的，对，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有读过说宜兰是歌仔戏的故乡，他就是满积分吉他手曾元龙。好，张三带有才人出。那一次一次，大家都看到很多的卫冕者呢，都希望能够过20关，拿到20万奖金，但是也一再看到铩羽而归。那这一次我们的卫冕者，在上一次大家看到吗？尤其是最后一题问你说七月这个英文是怎么来的？他直接用原文告诉你是怎么来的。好，一席话震慑大家，他有没有可能过20关，拿到25万呢？来，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卫冕者曾元龙。智商140，学测满积分，用好成绩换取课余大空间。我是曾元龙，会读更会玩。元龙，请问一下，刚那个出场手刻意摆在牛仔裤口袋里，那个是 model 的走法吗？不是，只是平常我插口袋的习惯而已。哦，这样吗？可是插口袋习惯最大的危险是，万一破盖的时候怎么办？啊，那就把手拿出来，然后扶地板。来得及吗？来得及。整个摔下去的时候还来得及啊？如果来不及扶地板的话，大概来不及按钮了吧？哦 ，OK， 好，那什么时候都要想着按钮。元龙有没有信心？有，过20关，25万。对。OK， 对，加油 ，OK， 不管碰到谁，我都会全力以赴。哦好 ，OK， 好，看得出这样的一个气势。那元龙现在已经过了3关，累计奖金1万，所以过了3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我们的关主关。过关斩将加码赛规则说明：卫冕者挑战第3、8、15人成功，即可参加额外 bonus 挑战赛。卫冕者与关主进行5题 PK， 总分赢过关主，即可赢得精美奖品。知己知彼，逞八面；试尽群经，千百遍。王者古来，皆寂寞。张楚等你来挑战。张老师，把关到现在，当然都没有在你手下过关的。是，其实你没有答对的题目也很少。很多东西真的你比较冷僻，有时候你不一定看得到，有些东西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瞬间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对，所以我觉得总有一天是会被打败的。OK， 张小鸡，那天到来之前，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坚守这一关。OK， 好，也看到我们的关主这么坚毅的决心，元龙。加油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成为张楚老师口中所说的那个能够过他第一关的那个人，靠本事，我会尽力挑战，加油。好 ，OK， 好，这一关如果要是元龙真的能过得了张楚老师的话，奖品是什么呢？请。的精品名牌包，那就要看看我们今天的卫冕者元龙有没有本事能够拿得到喽。来，两位请准备。博文官，第一题，请。Three, two, one。请问，化敌教子是出自谁的典故？请作答。好，两位都在第一时间10秒做出了选择，答案选择的都是朱欧阳修。来，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B， 欧阳修。来，恭喜两位。元龙，这个是以前就读过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对。哦 ，OK。张老师，那时候欧阳修他妈妈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沙上面这样？
因为家里穷，也没有别的选择，对，所以欧阳修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人物，所以在这种贫穷的家庭当中，他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然后不断的苦读这些东西，我从小就对他还蛮有兴趣的。Okay. 以前读欧阳修的时候就非常熟，欧阳修字永叔，号追翁，网号六一居士，宋，吉州庐陵人，跟文天祥同乡。然后生于真宗景德四年，卒于真宗705年，年66，修四岁丧父，母郑氏，亲为受读，家贫无子，比常给提画地学书。仁宗天圣二年登进士第，十四子上华丽无实之文，修吉利排异，拔取苏轼、申公、王安石等人，使当时文风为之丕变。所以这条画来掌声鼓一鼓。虽然不应该这样子比拟，但是我听过念得最顺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杨秀慧在念卖药。OK， 我说不应该这样比拟，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能够把一个人，尤其文人的生平，能够念得这么顺。张老师，只有欧阳修吗？我其实很多人都还蛮熟悉的，只是有时候你没有出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可是有时候出来了，他突然就都出来了。OK， 对 ，OK， 我国中面哪位你熟的？对。没有啊，没有吗？好，张老师刚才就是随便念几句，告诉你，什么叫功力，好吧？那个就叫做功力。好，第一题，两位都拿到200分，加油了啊！下一题，请。请问，孟子曾用50步笑百步的事例，来向哪位君王进言其过错和迷思？请作答。来，这题张老师问，这一题选择 A 梁惠王花了4秒的时间考虑，为什么？这个典故很熟，但是是对什么君王的，真的那个记忆就模糊了。那孟子里面呢有梁惠王篇，第一篇就是梁惠王篇、yep. 所以我大胆的去选择它，但是这个题目是真的不确定。袁同在9秒的时间选择的答案是梁惠王。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孟子跟梁惠王的对谈，可是里面好像有印象，他会提用这个去举例，只是详细的句子我没有办法去背出来。对 ，OK， 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梁惠王，恭喜两位。好，320、380，袁农暂时领先60分。对 ，OK， 加油了啊！来下一题，请。请问。饮酒之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中车马实际为什么的借代？请作答。好，来，袁龙在第一时间选择的答案是朱官场上的名利，就很直觉会觉得说车马是做对官场的借代。嗯哼，对。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官场上的名利，来恭喜两位。张老师，还剩下2题，对，我们暂时落后100分，那很快。对，这个年轻小伙子怎么样？你手要不要真的摆在口袋里？你真的以为手摆在口袋里面还能赢吗？用头去按就可以赢了。OK， 好，玩笑话，还剩下最后的2题，来第4题，请。请问，苏东坡曾说：“吾习有见，口味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此书是下列何者？请作答。好，来，卫冕者袁农8秒选择的答案是 C。有可能是庄子啊，或是《世说新语》，好像有可能。那也有可能《论语》啊，你把它全部也有可能用算了。4个里面你已经讲了3个了，就帮我们会直觉觉得会他可能会选李太白集吧。对。OK， 来，庄老师8秒选择的答案是 B， 庄子。三书当中最精熟于庄子思想的是大书。大书就是苏东坡。那因为。东坡在《赤壁赋》里面，他非常非常明显的流露出来庄子的思想，特别是把逍遥游的很多思想都放进去了，养生主、齐物论都放进去了。OK， 所以我认为这个答案
最有可能就是庄子。好，所以庄老师刚才在字里行间意思告诉你说，也许我不见得知道说苏东坡讲过这一句，我读过，但是从我读过很多苏东坡其他的里头归论出来应该是庄子，所以脑子想了这么多只花了两秒。 OK， 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庄子。恭喜庄子。好，来，再补充一件事，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的五分钟，我正在读苏东坡。哦，真的吗？我的书在那里，刚好翻到的那一页就是苏东坡。OK， 但是没有这句话，没有这句话。嗯，对。好，那这句话就告诉你，身为官主，还是随时手不离卷，就是这个样子。即便这样，袁农，你刚才准备以前是在跟妹聊天吗？没有，我在上脸书。你在上，也是书了，好不好？也是书，也是书了，好不好？你在上脸书。OK， 好。640、580、60分差，其实等于没有太大一些差别。庄老师，这个我知道，还是要非常小心。来，最后一题，请。请问，成语“归其故怪”当中“归”和“故”分别指哪两人？请作答。好，这题。两位都做了选择，袁龙为什么会选择归庄顾炎武？好像应该是更古老的人物，可是我选的比较近代的。不太，你们发现庄老师其实很在乎输赢，他每次到最后一题结束以后，他都会过去看一下人家的那个时间，因为庄老师刚刚一听到我说他选的也是 C， 因为庄主老师选择的也是 C， 这时候时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庄老师现在有没有很放心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选 C？ 其实我没有看到他的时间，我可以先看一下吗？八秒。你现在就知道我们的官主压力有多大了，好不好？但是为什么选择八秒选择也是归庄顾炎武？因为答案就是归庄跟顾炎武，而且为什么他叫归庄，他叫做顾怪呢？知道吗？完全不知道。因为归庄这个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文人，好，所以这组文人呢就是明末的人物，那这组文人呢都是非常有气节的人，所以顾炎武甚至跟黄宗羲、王夫之并称叫做清初三大儒，他们的气节非常崇高。他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叫做归庄，归庄这个人每次写诗的时候都喜欢把自己的左右邻居比成畜生，所以他很奇怪。顾炎武这个人怪，怪在哪里呢？怪在他的眼睛呢，画汤画得非常的厉害，所以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在吃饭，可是他看的都是别人的菜，所以朋友呢刚开始以为说他很想吃我的鸡腿或者排骨，于是就把鸡腿夹给他，夹给他之后他还在看对方的菜盘，那对方又把卤蛋给他，结果他还在看对方的青菜，对方就觉得你到底要怎样，好，结果他说没有，我只是因为我的眼睛必须这样子我才能够吃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如果我看自己的就会吃到别人的嘴巴去，所以这个人他斜视非常，对，斜得非常的厉害。哦、oh, OK， 对，当然这个故事有点夸张，可是正足以说明这两个人为什么叫做归庄顾怪。而且刚才庄老师也讲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气节的，对，所以尤其在归庄，各位都知道，清初的时候不是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对对，归庄就曾经带着人反抗，结果那一役死了40000多人 ，OK， 但他没死，好吧，他没死，好吧，最后他剃度 ，OK， 好，归庄顾炎武，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归庄顾炎武，恭喜两位。表现精彩，你差一点就赢了。超惊险，太强了，真的真的，没有没有，你太强了。超惊险，超惊险，是我史上最难征服的一个。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我们的关主960对900，恭喜关主再次把关成功。而且我知道，等一下关主张小师下去，第一件事再把苏东坡拿出来，因为这一役是靠苏东坡赢的。OK。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庄主老师，那这次帮我们再次的把关成功，也告诉大家非常多跟文学有关系的事。那接下来就是袁农，把刚才那个跌倒的这件事忘掉，好吧？因为接下来是你卫冕的人生路，现在还要另外一段的开始。对，过了三关，累积奖金10000，接下来是第四站，这一站我们的卫冕者袁农会碰到的挑战者是谁呢？请。贯彻正义，这不太像江湖风号，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讲呢？是谁？请。
奖金挑战赛规则如下：游戏采一对一 PK 制，每关共七题，连过20关即可夺得奖金25万元。若中途挑战失败，则上一场累积奖金折半。第五关卫冕者可选择跳级挑战第10关，每题游戏时间缩短为8秒，挑战失败则拿走1/3累计奖金。第13关卫冕者可选择跳级挑战第18关，每题游戏时间缩短为5秒，挑战失败则拿走1/4累计奖金。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对抗，有智慧有胆量，越战越坚强。我是施怀，我要当律师。来，掌声欢迎施怀。施怀，一听到贯彻正义这四个字，想必应该是法律系的学生吧？对啊，就是跟五哥一样，都是法律系毕业的。OK， 好，那所以未来想要当，就是跟五哥一样的职业，当律师。是是，好。有时候正义感很强的人为什么不选择当检察官？因为律师的话可以帮，因为检察官都要面对刑事方面，可是律师可以有民事跟刑事两种可以选择。哦，所以你不喜欢单打刑事？对，不喜欢。目前还是觉得民事赚的钱比较……没有，没有这个意思。OK， 请问一下，如果要是当事人找你来打官司，这个案子万夫所指的一个大坏蛋，当不当他的辩护律师？我先告诉你，每个律师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当不当？当不当哦？这个当，你有什么正义感？这个人明明大家都说他是个坏人，你当什么律师？不当，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坏人？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你怎么能定他的罪？那我告诉我你的答案。那我们私下再聊哈，在节目上这样光明正大好像不太好。都不敢在节目上光明正大说，你算什么正义？说实话，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啊！就是每个当律师的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当律师的时候都会举一个例子，是说，就算一个医生面临到枪击要犯在缉捕过程当中重伤，那个医生还是要先把他救活，救了以后，经过合法的审判以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律师大概都会这样子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民主法治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OK， 当然当律师有一个好处，说你可以决定我要与不要这个案子。我有我自己一个天平跟坚持，这个是这其中一个好处，好吧？加油！希望在未来国内的司法界也能够再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力军，加油，施怀，好吧？来，袁龙，放轻松，没问题。你已经打到连刚才张楚老师那一站，你已经打到这算是第五站了，加油，放轻松，好，好吧？来，卫冕者第四站，请。地理类，请问印度位于五大洲的哪一洲？请作答。好，这题对两位来讲应该绝对不是个难事，两位都在第一时间10秒选择答案是 A 亚洲。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亚洲，恭喜两位。来，舒涵 ，OK 哈 ，OK， 袁总 ，OK， 可以哈。来，下一题，请。数学类，请问，如果国历8月20日是七夕，那国历几月几日是中元节？请作答。舒怀，你不是有去补数学吗？有啊，可是数学不会出这种啊，就是要还要思考转换一下。好，来，你到最后时间的时候选择答案是 C， 加8应该是28，应该是28。对啊，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会紧张。OK， 那袁龙，你为什么在第一时间就选了答案是 B？ 你都不会紧张，你也不用算。应该就是七夕七号嘛，中元节15号，所以20号加8。可是光念这一段时间也已经过了2秒嘞，不是？更何况20号加8也不用进位嘛。
所以我就你怎么样？他花了九秒考虑，你这什么意思？没有，因为刚过完七夕，也刚要到中元节嘛。哦、oh, ，OK， 对，我还以为同事说没有啊，因为我刚好这几天有跟朋友约中元节的时候要去干什么，所以我知道二十八。OK， 七夕都没得约了，中元节哪能约啊？约鬼啊！约不成人就约鬼，这还不简单？好难过。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八月二十八日。来，恭喜两位。来，舒怀，放轻松，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从这一题就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小紧张。来，放轻松，好不好？那才过了两题，后面还有五题 ，OK？ 袁龙，守住你的优势啊。来，下一题，请。生活类，请问“黄牛”这个词？原本是在形容什么样行为的人？请作答。过度紧张的施怀能扣剩下的题目，力挽狂澜吗？看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跃跃欲试呢？赶快下载知识王 APP 练习一下。上今晚谁当家粉丝页报名参赛，并附上你的战绩贴图，就有25万大奖等你来拿哦。生活类，请问黄牛这个词原本是在形容什么样行为的人？请作答。好，两位都在八秒的时候做选择。来，袁龙，八秒选择的答案是 C， 中介赚取暴利。一般想到黄牛是讲黄牛票嘛，可是他讲原本我只好选一个跟他意义比较接近的，说不定是他引申过来的。好 ，OK， 来，施怀八秒选择的答案也是 C。好，来，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C， 中介赚取暴利。来，恭喜两位，360、560、200分差，施怀要加油了啊！来，下一题，请。运动类，请问旅日球员杨代刚守备位置是哪里？请作答。好，来，这题卫冕者袁龙，九秒选择的答案有几首？我真的没有在看球，我知道你没有在看棒球。对，虽然他是国球，可是我真的没有在看棒球。来，说来，九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外野手，对啊，他是哪支球队？火腿。哦，所以你会看球？火腿都是，对啊，会看球，然后他是中外野手。哦，他是中外野手。哦 ，OK。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外野手。来，恭喜挑战者，这一题就把前面的分数扳回来，只落后了20分了，540-560。袁龙，你只剩20分的领先喽。他已经从这以后回家去看一看球类吧。对，好不好？好 ，OK。好，来，剩下最后的三题了。第五题，请。历史类，请问，在中国古代，最早青楼指的是什么？请作答。来，挑战者施怀，八秒选择的答案是猪，有绿屋瓦的楼房。在高中，因为我离高中也没有很久，好像是读到是有绿屋瓦的楼房，没错，因为青就是绿色嘛，对吧 ？OK， 所以就这样子翻。来，袁龙，我本来在想有可能会不会是剧院，可是后来想剧院是瓦子，不是青楼，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接近的答案，应该绿屋瓦的楼房吧。OK， 对。来，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是西帝王的宫殿。哦，真的吗？显然是完全不同，落差非常大的一个答案。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帝王的宫殿。来，恭喜各位兄弟，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直过这么多关，是真的有实力才会过得了这么多关。OK， 好，那傅医师刚刚就讲，有是原来是指帝王的宫殿。OK， 他后来延伸才是后来出来的意思。540-560，这题两位都没拿到分数，剩下最后的两题喽。来，第六题，请。世界类，请问，古时有黑色金子之称的是什么食品？请作答。
来，魏明哲、袁农，九秒选择的答案是 C 鱼子酱。我印象里是鱼子酱，因为很久以前有去某一间餐厅吃过鱼子酱，他们好像有这样介绍。哦、oh, ，OK， 那是印象。哇，你去餐厅都吃鱼子酱啊？就一次，一次。哦、oh, ，真的吗？对，西游的经验。哦、oh, ，OK， 哦、oh, ，是是是。好，来，挑战者在七秒的时候，说完选择的答案是 B， 松露。B 跟 C 都没吃过，没像魏明哲那么好，那么厉害。对你 B 跟 C 都没吃过，那你为什么选 B？ 所以只能选，因为 A 跟猪看起来就，因为 A 跟猪我吃过，所以一定不是金子嘛，对不对？怎么样？那个 B 跟 C 你没有吃过，它就是金子。对啊 ，B 跟 C 感觉很贵啊，所以应该其中一个是金子。那我黑木耳一定很贵吗？黑木耳还好吧，我有喝过啊，应该还好。哦、OK， 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咖啡。在最早的时候，咖啡呢，透过威尼斯商人传到欧洲去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那个是非常稀奇的东西。他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在送礼的时候，才会去送到咖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称为黑色金子。OK， 那后来当然包括石油，也有人称黑金啊黑金。但是在最早的时候是咖啡，很难想象吧？现在大家每天，早上起来一杯或什么的，在以前是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OK， 好，540、560。二十分差进入到最后的一题，二十分差等于没有差别，除非两位这题都答错，卫冕者胜，要不然的话，谁胜谁负还在未定之天。两位加油了，来最后题，请。博文类，请问，登徒子常用来形容好色之人，他最初的意思是什么？请作答。来，挑战者，室外七秒选择的答案是 D， 道士的道号。哦，道士的道号有个什么子，就是在一般看到是什么子什么子。道士的道号。哦 ，OK， 来，袁总，我真的没办法肯定，我只能从他字面上去判断。灯，所以是高攀。我只能从他字面上判断了。OK， 来，有没有？来，魏师。这个是个第一人名了，这个就是宋玉在答那个楚王问的时候，好像有人说宋玉好像很好色，他就举例说，事实上应该是我隔壁那个登徒子才是真正的好色，因为他说登徒子老婆是一个很丑的人，登徒子居然还那么喜欢他。啊 ，OK， 好，这题两位分别在八秒、七秒作答，八秒跟七秒作答，如果这题的答案是 D 的话，挑战者逆转胜。如果这题答案是 D 以外任何的答案，卫冕者二十分差，或是更多分差卫冕成功。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人名。恭喜傅律师。好，很遗憾，两位这题都没有答对。最后我们的卫冕者560对540，二十分差，恭喜卫冕者卫冕成功。就像我们刚才来宾傅律师所讲的这段，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名。OK， 那这个人名，而且这个逻辑，各位可以，你可能要仔细想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就是登徒子，他跟楚王告状说宋玉很好色，然后宋玉说没有，我没有好色。他的逻辑是这样：旁边有很多我们家隔墙外有很多很漂亮女孩子，没事就到围墙上面跟我说嗨，宋玉，我都不为所动。但是登徒子他老婆长得很丑，他还跟他生了四五个小孩，所以他才好色。你有没有听懂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人你都可以哦，那你还不好色吗？ OK， 那后来衍生出登徒子就变成好色之徒或怎么样。登徒子他老婆会不会很倒霉？就你们这些男人们在外面搞这些政争啊或什么东西，关我啥事啊？ OK， 好，对，560对540，我们的卫冕者二十分差，那过了第四站，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五站。过第四站，累积奖金18000。袁总，第五站过，不只是累积奖金26000，更重要的是第五站过以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跳关。嗯，对，加油了。好，第五站会碰到的挑战者是谁呢？请。热血财经生是谁呢？请。每一个财经数字的背后都有社会脉动的轨迹，
我是赖之宇，今天要来学以致用。来，掌声欢迎赖之宇。之宇是财经系毕业的。财经系。OK， 那有相关的一些证照了吗？目前只有那个证券商业务员，之后会考不动产经纪人。那请问一下，如果是要从事不动产经纪人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告诉所有的你的客户，包括房地产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跟客户交心。OK， 那请问一下，你要介绍这个房地产给我，你要怎么样说服我去买这个房地产？好，我不买了。不是，你主要有一些，譬如大家都知道，不管投资，只要是投资房地产。或是说在讲到房地产所有东西，人家都会告诉你，只要是房地产，三件事，或是开店，三件事最重要，哪三件事 ？location， 你只要是投资开店，这件事这三件最重要，就这三件，意思就是只要地点为王，你把店开在人潮汹涌的地方，如果再开不成，那就是你们家当初拜拜没有拜好，或者是怎么样，没有道理，因为他的人潮就是王道。他就是这个样子，袁农，第五站，加油。好 ，OK， 来，卫冕者郑云东，非常重要的第五站，请。3 2 1。历史类，请问下列何国不曾殖民过台湾，请作答。来，挑战者至于八秒选择的答案是第一，西班牙。我是选错了。你选错了，所以你本来要选的是葡萄牙吗？来，卫冕者袁农，九秒选择的答案是 C 葡萄牙。其实我应该要选更快，因为那些国民他们笔画都很多，没办法第一眼就辨认，尤其是又有两个牙。对啊。是看了一下。你还好啊，你还没把它看错啊，还有人看错。OK， 好，所以你在九秒选择的答案就是葡萄牙，因为只有他没有殖民过台湾。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葡萄牙。来，恭喜卫冕者。那他顺序的次第是？葡萄牙，荷兰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跟西班牙同时啊，然后再来日本啊 ，OK， 三个选项啊，好，180比0，子宇要加油啊，来下一题，请。生活类，请问中华民国护照的封面是什么颜色？请作答。好，两位都在第一时间10秒做选择，选择的答案都是 A 绿色。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绿色。恭喜两位。好，280分差。来，第三题，请。影视类，请问经典电影《鲁冰花》中男主角阿明是哪方面的天才神童？请作答。来，两位都在9秒的时候作答，答案都是 D 绘画。来，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D 绘画。恭喜两位。那请问大家最后得奖的那幅画作是画什么？茶虫。就是他，因为他们家是茶园茶农，对，就那个茶虫吃掉他的世界那一幅。对。OK， 有没有人会唱《鲁冰花》？心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好，来掌声鼓励鼓励，真的非常感人啊！来，560、380，还是一样180分差，加油了啊！下一题，请。音乐类，请问康定情歌是哪个地区的民歌？请作答。好，两位做出不同的选择。来，挑战者之宇，九秒选择的答案是 B， 四川。直觉。直觉。
来，卫冕者，直觉第一时间十秒选择的答案是 C， 西藏。康定他在中华民国执政时期是一个省嘛，然后后来被并入西藏自治区，所以我直觉会觉得是西藏。哦，真的吗？对 ，OK。这题有人会唱康定情歌吗？这康定情歌应该很多人会唱吧？来。月阳弯弯，康定溜溜的城游。来，掌声鼓励鼓励。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四川。来，恭喜挑战者。好，这一题答完以后，两位回到原点，560对560分，平分了啊、哦！而且要跟大家为什么要讲这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联合国文教组织推荐的全世界十首民歌之一。OK， 而且还是打上了外太空，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有外星人可以跟我们接触的话，他会最先听到的十首民歌之一就是这一首，好不好？就是你刚唱的这首歌，对对对，搞不好就你的声音就上去了，好吧 ？OK， 袁龙这一关要过就要看本事了，志宇平手了啊！来，第五题，请。国文类，请问成语信口开河的信口应作何解释？请作答。来，挑战者第一时间选择的答案是 A， 随口说说，青菜公公。袁总，他也不是很随便的就很随便这样说。为什么袁总你选的是嘴巴开合的样子？好像说就是嘴巴开开合，开开合合，然后开出一条河这样的感觉。你开给我看，嘴巴开开合，开合就开出一条。刚刚嘴巴传播那个尴尬。好，嘴巴传播。哦 ，OK。好，这题两位的答案又不一样。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随口说说。来，恭喜挑战者。信口开河 ，OK。来，这题我们请张志老师来告诉大家一下，信口开河为什么答案是随口说说？来，张老师。信口开河，如果不说清楚，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答案是 A？ 因为信口开河的河原本不是这样写的，信口开河的河原来是合，就是开合那个合，合作的合。那信口开河，你如果知道原文原点是那个河，你就会知道它为什么是随口说说，因为信口就是随口，信在文言文里面很多都是当作随的意思。那开河就是你就是说话了。就是嘴巴你开了合了，他自然就说话了，所以表示这个话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经过严密查证，你就随便乱说，这叫做信口开河。后代因为这个成语有人用错了，就因将错就错，他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大家都所熟知的信口开河，就变成说是在吹牛的意思。你用那个角度去想，就想不出它的原意。所以很多成语必须知道它原点是什么，就会容易懂了。所以那个河基本上不是讲一讲就有一条河出来了，不是，是完全不是这条传播。OK， 所以他们两个人答案加起来，他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信口开河，一个是信口就是随，然后那个开河就是下面那个嘴巴开河的样子。A 跟 C 加起来，只不过我们的题目就是信口，所以是挑战者对。OK， 来掌声谢谢张志老师，谢谢。好，两位的答案加起来刚好是我们的题目，只不过题目就是问信口，好不好？没有合啦。OK， 好。来第六题，请。艺术类，请问，文艺复兴时代，壁画《最后的审判》，作者是谁？请作答。来，卫冕者袁龙，第一时间选择米开朗基罗。因为想到达文西，他的壁画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就想到米开朗基罗，他有受聘于梵蒂冈去做一些壁画的绘制，所以我会觉得是米开朗基罗。对 ，OK， 你的西洋史跟上古史好像还不错，比较好，比较中国史比。对 ，OK， 好。目前卫冕者落后200分，进入到第六题。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米开朗基罗。恭喜卫冕者！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在哪里？是西斯丁礼拜堂吗？标准答案。
那请问一下，四世纪女拜堂哦，一个是最后的审判，当然它上面有一个创世纪，然后它有一个更有名的西斯汀礼拜堂是什么地方？对所有天主教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闭门会议。什么？闭门会议。什么样闭门会议？选举教宗。更简单。选教宗就在西斯汀礼拜堂。OK。两位平手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至今平分秋色的对决，最后到底鹿死谁手？Hello， 大家晚安，我是诗诗。在准备呢进入广告之前，今天的题目又要来喽，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运动题，请问一下，一般在羽毛球赛每一局跟每一局当中会休息几秒钟的时间呢？知道答案之后，赶快上我们今晚谁当家的粉丝团，赶快去留言，答对之后有机会获得一份精美的好礼哦。760，760，两位，最后一题喽。来，最后一题，请。世界杯，请问，以蓝领来指称劳工阶级的用法，是从哪一国的报纸开始？请作答。卫冕者第一时间选择的答案是 A， 英国。为什么？我直接就觉得英国它是这种就是阶级意识的根源，所以我会觉得是英国。OK， 来挑战者八秒选择的答案是 B， 美国。A 跟 B 在选 ，A 跟 B 在选，所以两位选出了不同选项。OK， 好，这题的答案因为两位平分，进入到最后一题。如果答案是 A 的话，卫冕者卫冕胜，答案是 B 的话，挑战者挑战胜。如果是 A、B 以外任何一个答案，很抱歉，我们胜。两位再 PK 一题，好不好？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美国。都是挑战者。袁隆的逻辑是对的，因为他是从英国有这样的阶级，然后大家最早是他们一般是穿像蓝领的衣服啊什么做粗重的工作，但是最早用蓝领这个来称劳工的是后来到了美国，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份报纸才正式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最早用这个是在美国，但它发源是来自那是没有错。OK， 好，最后1080对760，恭喜挑战者挑战成功。好，联盟前面还是有4胜，累积奖金9000。OK， 还是表现不错。OK， 好。来，子宇，接下来就是新任的卫冕者，要面对你的卫冕人生，加油了哦。好，新任卫冕者，第一个碰到挑战者是谁呢？请。布展水电工是谁？请。从房屋防水工程到艺术品布置，我是手巧心细的高级水电工林全进。来，欢迎林全进。布展水电工，所以是在所有布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个布展大家看到的都是所有的成果。对，那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对不对？非常的辛苦。那您是负责布展所有水电方面的？哦，不是不是，水电是我另外水电工，就是布展逗点水电工，就是水电是另外一块。那布展我主要是在制作那个展品的陈列，所以把它布置上去。你布展是负责展品陈列这些，陈列上去。但是你本身又会熟认水电的这一块，水电算是职业。对。那请问前面布展那一块算兴趣？对，算兴趣，因为很有趣，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因为我讲真的可以有机会摸到很多东西的真机。哦，真机是摸得到，而且你有摸过很多真机哦？有。你有没有摸到上一次不小心被小朋友，然后？哦，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没有碰到，没有摸到。OK。而且通常我们要碰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会再三的交代你，譬如说你身上不可以有任何的饰品，然后一定要戴手套。甚至你流汗的时候，就像医生在手术房要赶快擦干，不然你滴在上面就
不是开玩笑的。OK， 熟布展、熟水电、熟这些，那天文、地理、自然，所有这些，我其实都有涉猎啦，因为我蛮爱看书的， okay. 尤其是历史的书，很爱看。很好，那财经呢？财经，看报纸比较多。啊，看报纸 ，OK， 好，那就是财经有基本知识。还可以。好，接下来碰到就是我们的新任卫冕者，这里的第二站，加油了。第二站，请。Three, two, one。世界类。请问，以世界唯一七星级饭店作为宣传卖点的帆船饭店位于何处？请作答。好，两位都在很快时间作答。卫冕者十秒作答 A， 挑战者九秒作答 A。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杜拜。来，恭喜两位。好，加油了，200-180，第一题没有什么分差 ，OK。来，下一题，请。生活类，请问，春运一词，指的是中国大陆在过年期间的什么现象？请作答。好，卫冕者九秒就选择的答案是 C， 挑战者八秒选择的答案也是 C。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大规模交通与运输。来，恭喜两位。有人开玩笑说，谁能够把中国大陆包括春运这些，就是能够把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的交通，能够做得非常好，统治全世界大概都可以。各位，13亿人口在同一个时间流动，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有在春节的时候到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地方去过？那你看过影片上有没有看过那个高速公路，在上面可以打羽毛球？这个完全可以想象啊，因为它动都不会动，然后你在上面不打羽毛，就差没有人摆一桌麻将，四个人就打起来，还打三圈呢。那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流量，十几亿人口在同一个时间在那里做流动。说实话，这是真的是非常夸张，所以。我不知道，我看那个所有的相关报道，有人是早在大概半个月前就先骑摩托车。他骑摩托车不像我们台湾南北300多公里 ，OK， 他可能骑3000公里，然后回去。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恐怕就是在只有在中国大陆像这么大的一个幅员广阔的地方才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春运讲的就是这一段 ，OK。好，380、340，来两题以后没有什么分差，40分而已，好吧，加油。来，下一题，请。健康类，请问，除了特殊血型以外，哪一种血型的人可以输血给其他血型的人？请作答。好，两位都在第一时间十秒作答，这一题两位都选择答案是 O 型。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O 型。来，恭喜两位。那请问一下 ，O 型，如果受伤的人是 O 型，那输给他是要什么血型 ？O 型。O 型 ，A 型可不可以？不行。哦，不行。对 ，O 型蛮博爱的哈，他输给谁都可以，但他只能接受 O 型的。OK， 540-580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差啊。下一题，请。历史类，请问中国古代服饰马褂是哪一族人的衣着？请作答。来，挑战者，陈建在七秒选择的答案是 A， 满族。我觉得会是满族的，不是汉族的，因为我想到马跟骑马有关系。哦哈 ，OK， 所以满族应该是当初的铁骑。OK， 来，卫冕者，七秒选择的答案是 B。我刚刚有想要一度想要按 A。可是我觉得应该是 B。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满足。来，恭喜挑战者。
对，它是满族的服饰，从马褂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OK， 那很多人看到长袍马褂啦或者什么那些，但你看到的都是满清的一些剧里头。那当然穿长袍马褂，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680，580，挑战者这一题把分数的劣势扳回来，暂时领先100分，加油了啊！来下一题，请。名人类，请问，日本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在作品中使用大量什么作为个人风格而闻名？请作答。好，两位都在9秒的时候作答，选择的答案都是 D 清水混凝土。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D 清水混凝土。来，恭喜两位。安藤忠雄在国内有名的几个建筑，谁能够大概讲？我有去过日本的啦。哦，你有去过日本的？我去过日本，他有。哦，你说做布展的人应该对这些，算是那时候是刚好去玩，有经过一个，有去一个清水模做的，他在详细地点我忘记，因为我这去到京都、大阪、那边的时候去。然后他有一个室内的，一个整个全部就是用几个有名的壁画，譬如说。有蒙娜，我如果记得没错，依稀有蒙娜丽莎微笑，这些相关的历史上有名的画，然后他是用清水模做的，坐在那个地方。哦、OK， 如果我没记错，对，好，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OK， 我以为他把蒙娜丽莎微笑摆到那里去了，哦，不是 ，OK。然后最后晚餐也有在里面。哦，他就是把世界名画对，用清水模的方式写在里面。OK， 好，860760还是一样100分差，加油，要进入到。最后的两题了，100分差。来，第6题，请。博文类，请问，孔子曾在《论语》中提到“损者三要”，不包括下列何者？请作答。损者三要是哪三要？你知道吗？看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跃跃欲试呢？赶快下载知识王 App 练习一下。上今晚谁当家粉丝页报名参赛，并附上你的战绩贴图，就有25万大奖等你来拿哦！博文类，请问，孔子曾在《论语》中提到“损者三要”，不包括下列何者？请作答。挑战者9秒选择的答案是 B， 卫冕者5秒选择的答案是 D。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特别讲到这样东西。哦，夫子不应该说这个，对不对？感觉啊，他是个道貌，不是道貌岸然，就那个言之有道的人。OK。好，来卫冕者5秒选择的答案是 D。就是孔子，就是他们古人都很严谨啊，所以会要求不要有那些。对啊，所以这几个大概对他来讲，他很严谨，所以他都告诉你不要啊。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要女色。来，恭喜挑战者，1040760。来，思雨，280分差，刚好7秒 ，OK。所以你现在落后7秒，要在987以前就要按出正确答案。全进，你有7秒优势，可以多考虑一点点啊，但是不要考虑太久。好，来最后题，请。艺术类，请问，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中，这位杜兰朵公主是哪一国人？请作答。来，挑战者看过这一出吗？没有。那你在第一时间10秒就选择 A 中国？因为我没有看过，可是应该说我有看过新闻有介绍过。然后因为里面全部都穿中国的服饰，那我就相信他应该描述的是中国人。OK， 来卫冕者第一时间选择的答案是 B 法国。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我就用常理判断，我想要选 B 或 C。OK， 好，来这题。两位答案 A 跟 B 都是10秒做选择，现在是卫冕者落后280分，所以这题的答案
如果是 B 的话，卫冕者逆转胜。B 以外任何的答案，挑战者全进挑战成功。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A 中国。来，恭喜挑战者。我们要再次恭喜我们的挑战者全进1140分，七题全对，对760，再次恭喜挑战成功。好，那曾宇前面还是有一胜的战机，还是有1500块奖金，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再一次出现新任的卫冕者全进，全进要碰到你的第一个挑战者了啊，加油啊！这位挑战者。告诉你他是外交官的后代是谁呢？请。钻研中日合约，外交官爷爷更是我的骄傲。我赵汝翔，赌上爷爷的名号，要当最强知识王。来，掌声欢迎赵汝翔。汝翔，如果要讲外交官之后的话，那讲一下，是你的。我爷爷他以前曾经代表过中华民国，曾经派驻在土耳其过，他还跟那个叶公超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哈，他以前是外交部长，曾经当过外交部长。对，叶公超先生。那其实因为他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他可能也是透过他得到一些还蛮特别的东西。譬如，譬如像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这个是纪念那个中日合约签约的纪念的毛笔，那它是那个这是象牙材质的。他这边写说，签署《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纪念。中日合约为什么民国41年才签？因为其实他一开始是那个二战结束嘛，中华民国打赢了日本。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韩战爆发。因为韩战其实爆发，美国也怕说我们台湾沦陷给那个中共，所以他也是就是想办法，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那个谁，杜鲁门他不是派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然后把他宣告台海中立化。那其实麦克阿瑟他在之前就已经很希望说赶快跟日本签合约，让日本独立出来，就是也不要让美国再负担太多的费用什么的。那其实最早就是说日本不在那个这一年的前一年他签的那个旧金山合约，但是因为当时签这个约就面对到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就分裂了嘛，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被拿去了，对，大部分人拿去，对，后来退到台湾了，对。那可是其实他一分裂之后，像英国也为了那个经济利益，马上都承认了对岸。那其实美国又想了一个最折中的办法，就是说，好，你两个中国我都不邀请你。那日本你要跟哪一个中国签，那就让你自己决定。这是后来其实也算美国的要挟之下呢，就是日本才决定跟我们台湾签约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带来什么？你们家先祖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它这个叫做薰衣卫锦云章，那这个章是满洲国的勋章。哦，满洲国的勋章。满洲国的，因为它当时满洲国在勋一位，因为它是一位、二位、三位这样子往下的。哦，那是有爵位的分别吗？对 对, 對，就日本最有名的那个356嘛，它只带到勋二位而已。356只有勋二位。对，它只勋二位。那是因为他最主要是发给就是满洲，就是我们骂他伪满的那个大臣，或者说像日本那些高官，做这些人而已。何必呢？要小心点。何必呢？要小心怕掉下来。何必呢？对不对？勋章，勋一位，好不好？勋一位 ，OK， 好不好？伪满洲国的勋章，勋一位，有没有？好不好？古董。来，我现在好像在正勋哦。你像溥，说好说好，你像溥仪一样。说好，我不要像溥仪吧。哦，我不要像溥仪吧。OK， 好。全进，刚才前面挑战的过程七题全对。对。OK， 继续维持下去。好，你挑战第二战，加油了。好。来，卫冕者全进，第二战，请。影视类，请问，中国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这句话是当年郭子乾模仿谁所说的名言？请作答。好，来，两位都在第一时间10秒选择的答案是 D， 司马中原。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D， 司马中原。恭喜两位。
感谢两百，第一题评分啊，加油！下一题，请。美食类，请问四川名菜炒手是指什么？请作答。好，两位都在十秒第一时间选择答案是 B 馄饨。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馄饨。恭喜两位。好，我是看你们满分会一直到什么时候。OK， 加油啊！来，下一题，请。博文类，请问中南别业，新来美读网，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下一句是什么？请作答。好，两位都在七秒的时候作答，选择的答案都是 C， 坐看云起时。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坐看云起时。来，恭喜两位。好，540-540，三题两位还是一样评分，加油了啊！下一题，请。历史类，请问美丽岛事件中的美丽岛所指的是下列何者？请作答。激烈智力斗争，究竟谁能称霸今晚？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在看完今天的题目之后，是不是觉得跃跃欲试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下载知识王 APP 练习一下，上今晚谁当家粉丝团报名参赛，并且要记得上传你的战机截图，总奖金高达250,000元，等你来挑战喽。历史类，请问美丽岛事件中的美丽岛所指的是下列何者？请作答。来，挑战者，我想九秒选择的答案是 A 地名。好像按错了，应该是猪。应该是猪。对。哦哈。来，卫冕者第一时间十秒选择答案是猪，杂志社。对。OK。来，这题正确答案是B 杂志社。来，恭喜后面者。伟翔，这一题有点冤枉了，哦，对不对？按错，按太快了。OK， 740-540，这一题呢，200分的落差。伟翔后面要加油了啊！好，下一题，请。名人类，请问，不是，对于哪一本中国古典小说，虽然充满鄙视，却奠定了现代研究该书的基础，请作答。好，那会想到研究这本书，可以称得上研究的话，大概书里面能够称上这样的不多。两位都在第一时间十秒选择的都是《红楼梦》，所以是红学。《红楼梦》伟翔看过吗？嗯，没看过。没看过，那为什么会选 A？ 那就是因为红学啊。红学。来，全念。我没有看过书，可是我看过他的电视。哦 ，OK。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红楼梦》。来，恭喜两位。剩下最后的两题，伟翔，你还落后200分。OK。好，全进，保住优势。来，第六题，请。文学类，请问下列哪个名字是该名作家的笔名？请作答。5秒、4、3。来，挑战者伟翔，6秒选择的答案是 D， 芥川龙之介。为什么会选他？感觉这比较像真名，比较像真名，比较像笔名。哦，我是三去法，哦，我是。这不像是真名，我是B跟猪在猜。哦，来，全进3秒，到3秒的时候才选择 B 卡夫卡，因为我其实用三区，因为我觉得芥川第一个猪，芥川这些日本人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就觉得他应该取的就不会像日本人，所以他应该是本名。那海明威，因为我记得好像看过书上，因为我
记得有看过他的写法，就是名字应该就是写名字，不会再写，我不觉得会写笔名。嗯，所以我带来 B 跟 C， 然后我觉得 B 给我感觉像个笔名。OK OK， 有不同选项的吗？基马克图恩是笔名，为什么？他的意思是水深两巡，他做过那个河道的领航员。Uh-huh.就是 Mark Twain， Mark Twain 就是水深两巡，好像十二尺吧。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马克吐温。来，恭喜恭喜。对，答案就是水深两巡，一米八左右，水深两巡。那个 Twain， 那个 Twain 是古字，如果你去看马克吐温他的全名的话，那个 Mark 都知道 Twain T W A I N。那我们现在讲 Twain 都是 T W I N， 那。古语的二就是 T W A I N，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古语就是 T W A I N， 就是两巡，那就两个标记，两巡。那也有人说是，喝咖啡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人家说记账记两杯啊，什么什么类似的。可是听起来两巡那个是最多人讲的，就是 Mark Twain。OK， 好，九百次、七百次、两百分差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两百分分差五秒，我想落后五秒，全进五秒的优势啊。来，最后一题，请。世界类，请问在南美洲并称为 ABC 强国的三个国家不包含下列何者，请作答。仅仅两百分的差距，究竟谁能夺冠？看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跃跃欲试呢？赶快下载知识王 APP 练习一下，上今晚谁当家粉丝页报名参赛，并附上你的战绩贴图，就有25万大奖等你来拿哦！世界类，请问在南美洲并称为 ABC 强国的三个国家不包含下列何者，请作答。来，问明者，全进两秒之后选择答案是 B。嗯，我其实想了很久，想到最后，我发觉我应该是选错了。OK， 你觉得你现在觉得应该是什么？如果再想没错，应该是秘鲁。来，挑战者，我想在九秒选择答案是 B。其实我也是三去法，就是 C 跟猪我把它删掉，然后 A 跟 B 我就两个选一个。OK， 因为这题两位的时间差，这题的答案很吊诡。因为现在是卫冕者领先两百分，五秒差，但是两位选的都是 B， 然后挑战者九秒就选，卫冕者两秒才选，七秒差，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B 的话，挑战者获胜 ；B 以外所有的答案，卫冕者获胜。所以现在卫冕者应该祈祷答案不是 B 吧？啊 ，OK， 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秘鲁。好，来哪一位把这 A B C 三个直接念一下 ？A 是阿根廷啊，啊 B 是 Brazil，C 是 Chile。OK， 就 A B C，OK，秘鲁不在其中。因为答错，那这一题呢，反而让我们的卫冕者还可以保住前面的领先。最后九百四对七百四，恭喜卫冕者，卫冕成功。好，那全进过了两关，接下来呢，下一次来就要面临到第三战，非常重要一战，加油了啊！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来请上卫冕者宝座。好，全进呢能够一路卫冕达到20关，拿到25万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现场再一次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我们下次见，拜拜。